我们就进入第二号选手，池文达给我们带来的 Time to say goodbye。 三号选手准备。大家好，我叫池金达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意大利语歌曲 Time to say goodbye。歌词大意是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的世界是黑暗的，是孤独的。你是我的月亮，你是我的阳光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要跟你一起去远航，一起去看没有见过的地方。谢谢大家。没唱啊，大家可能听不出来啊，但是
其他的就是你看这个曲子它的 dynamic 差很大，对，前面是很有像之前蔡老师说的有个铺垫，然后那个到 time to say goodbye 的时候才那个什么才放出来，就是前面显得就有一些不是很稳定，后面倒还好，高音啊这些东西都出得来。然后因为它是意大利语的嘛，它有一些特殊的词啊，像每个人的词都有不同的理解，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词你可能就要加一些，比如说那 comment 就是也是一个问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唱的时候就可能要加一些疑问的语气啊，这些东西要加在里面。其他的都你每个乐句大家理解的方式不太一样，但是这个词它有自己实在的意思，那你就要可能要唱出这个意思更明显一些。其他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还是很不错的，很完整，谢谢。谢老师。对，池金达你好，就是整首曲子完成的非常非常好，就像李老师讲，就是总体还是非常好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紧张，信息方面可能会稍微有点不稳啊，然后但是你的舞台表现和整个的歌曲的完成度都非常统一，非常好，哎，恭喜你。谢谢，第一个唱还是心里有点紧张，然后说第二号怎么一下子变成第一号了。非常棒，池金达最后得分是9.5分，9.6 9.4 9.4 9.3 9.3 9.4 9.5，去掉一个最高分9.6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9.3分。非常感谢老师们，感谢这个温暖的舞台，感谢老师。